来，每个人介绍一下这张专辑的亮点。我知道你们还有人作词，对不对？对，每个人都付出了很多，不是只有唱跳而已。来，谁先说？我来吧，我是子欣哈。好，子欣，谁先说？子欣。这张专辑《Starlight》跟第一张有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第一张它是在一个末时大革命，那到第二张呢，就是进入一个新世纪的感觉。有一点延续呼应的，对 ，OK， 新世纪到，好，很棒。这专辑一共有八首歌，是八首歌，然后其中还有四首。你要不要留点给人家讲？我再来一个。最特别的就是这一张专辑，我们当中 CTO 的成员所有都有参与创作的部分，就是词啊，然后很多主打歌就是郑伟写的，对。Starless，那首先要感谢老板给我这个机会。能让我们参与创作，是。然后其实 Starlight 这首歌想法是很简单的，就是把 CTO 这一年来的心路历程写进去，就是。是老板提出要你们学创作的吗？还是对，从练习生的时候就有在培训，平时就有在练习。这个非常好啊，老板也是省钱啊，因为自己一人写呢就。被老板有在听哦，我以为你在盯发稿嘞，老板现在盯着记者在打字，好恐怖的老板。好，就所以这是一个心路历程的歌词，对 ，OK， 很棒。还有什么亮点？还有一个就是算一个大惊喜，就是我们有家族歌，对，跟老板罗志祥还有师姐凯乐，然后跟 CTO 所有全体都有大合唱，对，两首歌哦，两首歌，是太棒了。还有呢。还有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就是人设的改变。那第一张 CTO 的时候，我们当时的做的头衔为醉造，醉造男，对。然后今年呢，大改变，变成了。最多还有对耶，之前那个为你的活动的时候，大家就觉得哎，这次的感觉跟歌迷的距离也近了，是最暖的概念。对，挺好的。还有呢？没了，我讲完了，确定。还有没有什么重点？还有啊，好，你说。为什么这么厉害呢？为什么呢 ？You are the creation。哦，这个 tempo 很奇怪，忽然空拍五秒，然后突然间 You are the creation。好 ，OK， 好，有你们的 style， 请保持这样的初心 ，OK， 加油。不过新专辑呢，真的是非常好听，从第一个节奏开始，当然中间有一些比较抒情的，就比较中版的歌，我自己很喜欢 Super Girl， 那个是谁写的？谁？对呀，你要讲一下啊，你也有写歌词啊。我当初听到是谁？我是世伟，世伟。当初听到的时候，就是我没有像郑伟一样那么擅长写歌。然后就想说试看看，然后我就是很喜欢这种甜甜的感觉，所以我就是然后也很谢谢老板，就是选了我们的词，是因为我们其实是都有写，然后有比稿的，所以这是很棒的一个机会学习。好，加油！下次要懂得自己为自己宣传一下哦，就自己写的歌让更多人知道。Super Girl， 对不对？这个歌名是抄萧亚轩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萧亚轩也有一首 Super Girl 啊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以为哎是翻唱吗？结果原来是世伟写的。好，加油！希望你们的作品不管是动感的舞曲，或者是这种中版的比较暖的歌，都能够受到歌迷的喜欢。最重要是目标，8月31号演唱。体力已经加油。快受不了了，然后我听到远远的传来一句老板的声音：“跳到死。”大家记得吧？记得。老板说跳到死，真的还假的？然后练这支 MV 舞的时候，才练头三天就已经有人在这里吐了，谁啊？真的吐了，直接吐了。谁啊？谁吐了？谁往前走一步？3、2、1。好厉害，好有默契哦。OK， 你吐啦。我记得那天好像是4月1号，我还记得日子。4月1号吗？对，4月1号愚人节。然后那天我们的舞蹈老师教了我们Starlight 的舞蹈，然后已经练了差不多8个小时左右，差不多，已经到晚上8、9点的时候。这个时候没有，是下午饭。是下午饭的时间，6、7点。对，练到6、7点的时候，他吃的汉堡，我记得。然后呢？然后老板就来了，老板来监督我们练舞的过程，然后大家都出了全力跳，所以当天其实已经饿了一整天，但是到晚餐时间吃不下，然后反而一直吐。对，然后后来原本还要去医院，结果为什么不去啊？因为是大家都还没去医院，所以我当然不能去医院。不能去，要去也是他先去。对，因为他是我们最常去医院的。最弱的，就是
吃到肉就要去医院，经常有喝到酒就要去医院，这么冰的，这么弱，这么弱，对，所以你看他，大家都是智装费花很多，他是医药费花很多，整个要保重身体哦。当歌手的，当艺人有一个就是特异功能，就是不能生病。就是不是那个哦，所以请保重身体。那你是因为看到老板的压力很大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天压力真的太大，而且老板的脸非常的凝重。因为我记得老板来的时候，之前我们已经跳了六个小时多，然后老板来继续三个小时，然后加起来九个小时差不多。嗯，对对。但你要想，亚洲流行天王有今天，就是因为他也像你们这样跳到死啊，他也是这样子过来的。对不对？有一段时间，罗志祥每天都去练舞，你们都没有看过，你们都只看到他发光，都不知道他在暗淡的时候还是每天都去练舞。那个我们都陪伴着他，那段过程很了不起，好不好？好，一二三，落泪，一二三。是的，非常感动，弟子们都感动。我老板是亲身以身作则，所以他是为你们好。OK， 加油！谢谢，好，继续跳到死，吐到死，累到死。OK， 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就要看 MV 了，请告诉我们你们最新的主打歌叫做《什么》。请看 MV 首。媒体大哥大姐，那我们会继续努力啊！谢谢。好，世伟。谢谢世伟。我是世伟，我是世伟。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记者会，然后我们一定会更努力的继续往我们下一个目标前进，会把8月31号的演唱会做到全力做到最好。好，加油，子欣。首先还是谢谢各位记者朋友们。我觉得最最最最感谢的还是老板跟环球，还有就是想对粉丝说，我觉得希望大家等了这一年没有白等。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次的专辑。好，谢谢。对，因为很多粉丝说，我们这怎么回事？对，因为很多粉丝说我们等我们作品真的等很久，然后希望这一次的作品能够让大家喜欢，然后不辜负大家的等待。然后也非常感谢今天这么多媒体朋友特地来到场，然后支持我们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雨欣。首先真的非常谢谢就是各位媒体大哥大姐，然后虽然我们才出道短短的一年，但是我们会让大家看到更好的 CTO， 就是比起我们刚出道的时候，我们会更加的进步，然后谢谢你们，然后请大家来看我们的演唱会。耶、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。对，该说的都说了，那最后还是要拜托拜托大家帮忙多多宣传，就是一张非常棒的专辑Starlet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其实真的很感动啊，我们演艺圈哦，就需要新的学轮。你们现在已经有最强的后盾了，希望接下来就是自己的努力了，然后好好经营自己的粉丝，祝福你们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我记得会结束的，终于名字也记起来了啊，真伟。真伟。啊，别说别说别说。怎么？真的吗？世伟。我快背完了。完了。子欣。别子宁。完了。好，最后一个我就留着，因为我跟他说，一旦我背完。过去的 special 到头 Q 低，我没有，我留一个，没背完，没事没事，可以撑很久，可以撑很久。好，我留着，好，语气嘛，对不对？没事，没有了，我这乱讲的，跟后台的聊天，你不要那么当真，这个老板真是太着急了，跟你开玩笑的了啊，行。轮流呢，拥有大家的这个光芒跟视线。好，先看中间。帅哦，帅哦，撑住哦，撑住哦。好，右边，右边，列位请看右边。加油，可爱的大男孩。好，左边，来，谢谢。好，还有哪边需要视线？再回到中间。中间，加油加油！好，在右前方，中间偏右。换一个吧。加油，先看中间。加油加油！不但要团队合作，但是呢，也要有自己的个人魅力哦。这是老板给你们的提醒。尤其在自己的演唱会当中，一定要好好展现自己的特色，让更多人记住你，爱上你哦。来这边。
右前方，谢谢各位大哥哥的厚爱哈。好，左边。好，最后我们祝福七月五号专辑大卖，八月三十一号演唱会秒杀，七月十三会员系统正式售票，请各位媒体朋友帮我们多多的帮忙支持宣传一下，让 CTU 被更多人看见，制造更多的话题。谢谢各位媒体大哥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进行电子联访。